怪兽的取样资料非常不足，用之前高山回收来的机器语言翻译机解读起来效率也很低。这就是导致怪兽发狂的原因吗？没错。这是帕塞尔。是啊。博士，以嘎德所保管的怪兽资料为基础，把这个帕塞尔给升级了。 这样就能控制怪兽的行动了，是吗？还不行，帕塞尔只写入了控制怪兽打斗本能的程序而已，目的只是回避怪兽的伤害，还有捕获的分析。藤工博士，我把你的女朋友带来了，谢谢。 谢谢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道森博士就是帕塞尔开发的负责人呢。真是命运的捉弄。藤宫所发明的帕塞尔，居然由我来接手。这是莉莉的。没错，她死了。 有了感情之后，的确很难过。藤宫，他还和你有联络吗？没有。对了，我吗？为什么地底会一而再的出现怪兽？你想过吗？哎，这次的研究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可能是地球的生物。 对人类的自私自利感到愤怒了吧？我想，在每个人的观念还没有改变之前，这种愤怒是不会平息的。我梦，知府山里面出现怪兽了。帕塞尔呢？已经装上战斗机了，快出发吧。好，博士，如果你知道藤宫的行踪，请立刻与我联络。好的。 怪物的物质与基鲁还有仲奈尔十分相似。帕塞尔准备完毕，可以发射了。明白。发射。帕塞尔，启动。明白。帕塞尔，启动。
厉害。哇，好神奇啊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吉欧基地。知道了。这里是吉欧基地，我是通口。 Point F215 地区有怪兽需要搬运，请求支援。你是道森博士吧？我是 KCB 的记者，采访的话请联络公关部门。不是的，是我有一些私人的问题想要问你。是这样的，我在找藤宫博野先生，我想你可能知道他在哪儿。不好意思，我事先做过一些调查。原来他有个像你这样的朋友。不是的，我只见过他几次而已，其实也都是凑巧碰见。我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，我很久没见过他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你被他吸引了，对不对？见到他的话，请听我转告他，让他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最后的研究成果。绳子固定好以后，就把怪兽运回吉欧基地。输入指令 Z40100， 立刻执行。怎么了？无法操纵帕塞尔。你说什么？啊！赶快撤退，赶快撤退。听说怪兽醒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，道森博士在帕塞尔身上附加了独特的改良，也把帕塞尔的资料全部拿走了。这么说，帕塞尔只写入了控制怪兽打斗本能的程序而已。你认识一个叫藤宫博野的人吗？认识。我把反动力装置事件还有吉欧基地的资料盗取事件交给搜查组调查。在调查中，他们发现了这个叫藤宫博野的人。敦子。是。我认为这个人跟那个蓝色巨人之间有很大的关联。很意外，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查到了你的一些可疑举动。有情报指出你和藤宫秘密见过面。这是真的吗？我吗？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吗？快回答。如果他和那个蓝色巨人有什么关联的话，我会说服他的。我吗？抱歉，我要暂时取消你在 XIG 的资格。你身为 XIG 的一员，辜负了我们对你的信赖，立刻离开这里。指挥官，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
请你让我加入 XIG， 拜托你了，让我和你们一起战斗。你去监视我吗？为了找出藤宫落脚的地方吗？这种事情交给搜查组，你的任务是要等他行动以后，我们再想办法找到该如何对付他，是吗？没错。你快点去吧。是。藤宫，我终于明白你想做的事情，可是请你稍微再等一下，人类应该会觉察到自己的错误，改变人类观念的机会，让我来试试，看看有没有可能。藤宫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原来你知道了，你居然能够找到这里来。我就知道你会到这个地方来，不过藤宫好像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吧？是啊。我是伟伟。怪兽出现了。什么？从致富山往市中心移动。地主任，他叫我不要告诉你。这样啊，谢谢了。伟伟，我们走吧，博士应该也在附近。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道森博士提出的方案。地球环境改善计划。他还提出了很多其他的计划。但是这个对付根源性灭亡体比地球环境优先被退下来了，所以后来他被叫去负责帕塞尔计划。可能是地球的生物对人类的自私自利感到愤怒了吧。我想在每个人的观念还没有改变之前，这种愤怒是不会平息的。道森博士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故意让人们看到怪兽的愤怒，借此来改变人类的想法。他以为这样行得通。帕塞尔，伟伟，停车！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小镇，你去协助居民避难。我梦。博士，应该住手了吧？让怪兽的愤怒平息下来吧。这个我办不到。为什么？博士，你对莉莉那只小老鼠的死亡都会觉得难过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？人类有太先进的文明。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，过度的发展可能会伤害这个地球。即使如此，也没有必要让怪兽来攻击人类，借此来改变人类的观念呢。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让人类慢慢的改变这种观念，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只有用这个方法，只有把残酷的事实摆在人类面前才行。不可以这样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人类会改变的，为什么你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呢？因为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一个背负地球命运的人，蓝色的巨人。原来你已经知道了，藤宫就是那个蓝色的巨人。难道你认为把自己的双手弄脏，把人类的观念改变的话，就能改变现在的藤宫吗？就像现在的人类一样，他也不是
那么简单，说改变就会改变的。博士，博士，各位，攻击，收到，指令输入0902 G300，立即执行。不能阻止我。指令输入44C57100，执行。不要理会他们，往市区前进吧。74102，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照我的话去做啊！什么？反正一样是被人类操纵。博士，快逃啊！博士，博士，博士！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？我想多看一会儿。你的笑容，怪兽的后面有空隙。
家赶快离开。没想到藤宫居然没有把资料给拿走啊！因为他知道那样没有用，操纵怪兽是救不了地球的，所以藤宫他……博士因为这家伙而死了。事到如今，难道你还想说服他吗？为我梦，就像现在的人类一样。它也不是那么简单，说改变就会改变的。全世界的怪兽都被他叫醒了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吧？下一集盖亚奥特曼阿古鲁的决定，盖亚和阿古鲁的第二次大决战。